好，来准备。先说字，先说字。挑战开始。四个字。四个字，你。我，头大。反过来说。头小。反过来说。我反过来倒立。啊、大头。然后呢？这个是爸爸，爸爸的反义词。爸爸的反义词。爸爸生了什么？爸爸怀孕。爸爸会说爸爸，爸爸生了，爸爸生了小孩，一个男孩，爸爸生了男孩，爸爸的生的男孩是什么？爸爸生了男孩，爸爸生的如果是的孩子，爸爸生的男孩是什么？爸爸生了男孩叫什么？对，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爸爸生了男孩，爸爸妈妈儿子。对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回答正确，第一题好。